是我梦中的眼睛，山中有一片晨雾，那是你昨夜的柔情。我要登上登上山顶，去寻觅雾中的身影。我要跨上去到了最繁盛的时期呢，边贸财政税收达到1.5亿两白银。对啊，那边贸这么繁盛，就靠这个门。对呀、啊，所以后期我们31年之后开了大金门。为什么他让你开？因为这一块它满足不了当时的贸易量。对呀、啊，我就讲贸易量那么大，你这个小门这么小，主要是还有意思。就是在我们最繁盛的时期呢，边贸财政税收高达1.5亿两白银，占全国边贸财政税收的1/3。所以呢，中国把自主设计的第一条实用性铁路京张铁路从北京翻山越岭修到了张家口。在当时呢，张家口最高的题字，因为呢，它是由当时年仅6岁的顺治皇帝亲笔所题。6岁的小孩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儿，已经实属不易了。那是我心中的绿荫，远方有一座高山，那是你博大的胸襟。我要树下，树下采